哇！觀眾朋友真係多謝你哋啦。最近好多戲迷咧就係寫信嚟嘅，咁啊紛紛咧就點佢哋心目中嘅名曲啦，同埋咧佢哋中意嘅老觀啦。哇！咁不如咁啦，呢一期咧就係送一首《孔雀東南飛》俾大家聽下啦，嗬。咁我覺得呢首曲咧真係幾好聽嘅，咁個故事咧亦都係好經典啦，嗬。我哋一齊欣賞一下。
情海起波澜，为是浪心如止水呀，若非我无名患，性情暴戾，何至一朝拆散，并替父拒，恨我无力护花为孝女，妇人妇己愿依谁，纵然藕断丝还连，我朝纵轻决不再分尘世泪。睇阿湘讲戏，品戏曲人生。原嚟喺呢个元杂剧时代嘅李逵，虽然亦都系疾恶如仇，但系呢，佢系文质彬彬，从识得吟诗作对嘅噃。话说呢、這个剧里边吓，仗义疏财话李逵，讲嘅有一次李逵啊夜游梁山，咁啊落咗山嚟，诶。啱啱撞到有一个刀秦，即系个低级军官啊，卖咗官粮赚到钱，然后呢要强娶个民女。
见桑，心内愧何如。无奈环境不能用，请卿暂返娘家住。
何为人如斯？磐石无转矣。呀！人多于来何天，离堪怨别堪怜，离心牵柳线别侣沙花前，苦相逢才见面，哀不究有冬去白老。沙依飞烟，忽离忽别苦怀念，愁无恨啊恨无边，惯说别离言。不曾上啊疏远，春心思落花杜鹃，今复长亭折柳别意。睇阿湘讲戏，品戏曲人生。又到了我们看啲戏讲古的节目时间啦噃，咁啊话说吓，有一位咧就系胡须大汉，叫做黑旋风李逵。咁啊有一日咧，佢就孭嗰个妈咪咧就系上山，咁突然之间咧，个妈咪就话：仔啊，我好口干啊，你攞啲水俾我饮啦。于是咧佢就去攞水，谁知佢翻到嚟嘅时候，佢个妈咪系俾老虎食咗。哇！佢嬲啊，嬲到不得了啊！於是咧，佢就用一把斧就將成竇嘅老虎咧冚唪唥劈死。哇！你前生講古係咪好怪咧？嗱，咁其實咧，我咧就唔識講古嘅。不過咧，有一個人好識講古嘅噃，我哋不如聽佢講啊！睇阿湘講戲，品戲曲人生。各位朋友，讲起我哋广东嘅讲古佬，我相信肯定冇人会忘记一个咁样嘅名字，
张月佳。上个月8月30日呢，我哋广州举办咗一个关于佳叔嘅展览，睇翻佢嗰啲讲古嘅手稿，回忆起佢当时喺收音机里边讲古仔嘅时候，塑造佢一个又一个艺术形象啊！而家呢谂起都觉得非常之难得，又非常之难。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佳叔讲的那部《杨家将》，还有《水浒传》。你最喜欢里面哪个人物呢？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这位，我乃黑旋风爷爷在此，哪个够胆喐我宋哥哥哥，我就一斧头劈你的头落来。一听到这几句，肯定你就知道这个就是《水浒传》里面黑旋风李逵的形象。当然了，我就哪有佳叔啊塑造得咁生鬼咁生猛先得噶，系嘛？其实呢讲起上嚟，李逵喺《水浒传》里面最后我听呢部小说嘅时候，系一个非常之赤胆忠心，但系有时又好暴躁莽撞，真系一个又得人中意，但系又令人有时觉得几憎下佢咁样嘅好特色嘅人物。之但系，如果你有机会翻阅下元代嗰啲杂剧话本，再睇下宋代嘅野史，你会发现其中啊有好多唔同嘅李逵形象，而且呢个形象咧系逐渐咁转变过嚟嘅。最早嘅元杂剧啊，塑造嘅李逵系点样样嘅咧？有一出剧叫做《仗义疏财话李逵》，当时嗰啲演剧嘅人，又或者说书先生，一讲到李逵出场系点嘅？只见呢一位身长昂长九尺嘅大汉，头戴冠巾，身着一件黑色嘅蟒袍，手上揸住一把黑色嘅鹅毛羽扇，腰间趴住一把腰刀，黑面眉须，听落呢个形象真系同后嚟嘅李逵系咪差成108,000里呢？反而我觉得佢有啲似诸葛亮，又或者嗰位智多星吴用嘅形象。原嚟喺呢个元杂剧时代嘅李逵，虽然亦都系疾恶如仇，但系呢佢系文质彬彬，仲识得吟诗作对嘅噃。话说呢、这个剧里边仗义疏财话李逵，讲嘅有一次李逵啊夜游梁山，咁啊落咗山嚟，啱啱撞到有一个刀秦，即系个低级军官啊，卖咗官粮赚到钱，然后呢要强娶个民女。李逵怒见不平，于是呢就杀咗呢个刀秦，将啲钱俾个民女，要佢远走高飞从此唔好再俾人虾啦咁，个民女就救咗啦。但系当时杀人嘅时候，啱啱喺个村庄附近，嗰啲老百姓咧就走过嚟扯住李逵话啦：，哎呀，大王啊大王，今日咧你管啲不平事为我哋呢处除一大害，今日的确系多谢你嘅。只但佢毕竟系个官嚟噶噃，你杀咗人，然后咧原来那位姑娘就走了，你又翻上梁山，咁到时候官府追究起上嚟，咁岂不是岂不是连累我哋？大王，唔该你救埋我哋啦！李逵一谂，系不系？虽然自己做咗件好事，但系亦都唔能够连累百姓噶噃。于是佢眉头一皱，谂到啦，冇妨。几位，请你哋攞文房四宝过嚟，我喺呢处题诗一首，而且写上我嘅名字，咁样官府嚟到就知道呢件事系我李某所为啊。于是李逵跟住就喺墙上写下四句诗：刀秦此世赚家私，卖面官娘取艳姿。
要问夜来端的是梁山寨上问山二。各位，在原集剧里面呢，李逵的绰号就叫做黑山二，还未叫做黑旋风，所以呢最后他就说梁山寨上问山二，就是这解。嗱，呢個咧就係元代呢位文武相全、文質彬彬李逵嘅形象。好啦，後嚟到咗明朝初年嘅時候，又有另外嘅話本。嗰個話本嘅故事呢，就有啲似宋江就怒殺阎婆惜嘅橋段啦。只不過個主角就換咗呢位，係當時形象入邊啦，嚇黑面眉須嚇，性格剛烈，性如烈火嘅。黑旋風有啲近傍啦，不過咧當時講嘅就係佢原來喜歡嘅心上人叫做郭允兒，點知有一次李逵出門在外嘅時候，郭允兒居然水性楊花，另外結識咗個男子，兩個人依依泣泣，仲成咗好事添。李逵知道之後，佢表面上不動聲色，但係暗中咧。就化妝翻嚟，扮成個黑面師爺，然後入房之後，發現莊園裏邊真係呢個郭允兒同人通奸，於是咁先怒從心頭起，惡向膽邊生，攞起大樸刀，咔嚓咔嚓，將呢對奸夫淫婦斬成四段，跟住雪夜就上咗梁山。呢段咁嘅情節。岂不是又似咗宋江怒殺阎婆惜？所以呢，原嚟啊，我哋後嚟見到嘅呢個最終定版嘅李逵嘅藝術形象，係經過咁耐一代一代嘅轉變，最後先定型出嚟嘅。梁山伯裏邊，哇！喺呢108位好漢身上。原來仲有咁多好玩嘅故事，希望有機會啊，老林再幫你挖掘多啲，講多啲有關梁山好漢嘅本來面目俾大家聽咧。睇阿湘講戲，品戲曲人生。係啊，但我哋今次真係初次合作，都係真係好大嘅嘗試。希望呢個戲咧，演得更好，排得好好地俾觀眾睇下啦。俾大家評價下咯，因為我哋又唔賣飛嘅，我哋都會將啲飛送去嗰啲劇社啊，啲少年宮啊，送去嗰啲有關愛好粵劇嘅人，送俾佢哋去睇，俾意見。